像一般你这样子，如果停比较久，我觉得应该不用急。
个后照镜比较小，感觉可以，就不知道可不可以换到时候换大一点的吗？啊，电动的吗？对。你要换大？要。因为它好像速度大概有100，现在是在市区啦。多少？价格还没有出来。名片在那个捷运几号啊？捷运二号出口那边可以试试。我也是参加。